这个来刷阿妹哈，来刷买两包来，一次再买两包个椒包，一包哪椒包？你刺激下你，来这个牛肉咯，一包，拢做买两片牛肉咯，来，吃鲍鱼，二来要吃黄鱼500块，500块嘞，黄鱼买500块，一只大好个。别讲紧嘞啊，黄鱼不干钱来，不要你啊！来我爸来，三位你好，我分我。来七百个你啊，再来黄鱼，我爸分多少？了，最后一个来黄鱼500块，来三位黄鱼，七百个你来，我爸都最后一个人给黄鱼。十八百。不卖，我爸可能不了黄鱼啊。好来，谢谢。来十几，18百。帮我放回去好不好？谢谢。来，阿伯讲给推百，不少慢喝，来阿宝也喝，我不讲弄几条。宝鱼姐。小姐，单身不好来，2000前辈，姐让前辈短两条，大卵子哦，超新鲜的嘛，就在云南来，来前锋几条辈来。下午那一摊在一家叫做1500块来，双包排骨，不睡吧？加双包排骨，你如果不便宜了，就找不到家。86、88。来，我要加，哎，几家？我老板请。几条辈两家？免1500，免1000，还800。一个也两只600，来500咯，500块来，恁只要来500，我袂客气嘞，500咯，来500块来刷无啊，来这样啊，收钱机啊，我得，我这样贵点啦。应该有十分美丽。我们目前这两天加起来开了8个小时。好，这两天短加不要。我目前两天加起来睡了8个小时。哎，谢谢。来好，阿要吃鲍鱼，200块来鲍鱼，200块来。鲍鱼要吃较紧的，起价啊哈，这地表比无物件人互你买啊。来500块哩，来200块来，啥要吃鲍鱼的较紧的。来鲍鱼200块，都有了吗？好来谢谢。好来来来，鲍鱼哦，鲑鱼哦。蛋姐。鲑鱼哦。张长乐。来3包7包来500块。你是苗栗张先生？我没买啦。还是彰化张长乐。来鲍鱼200，最后一个人去。200块。最后一位，来200块来鲍鱼，再来吃鲍鱼不？还是叉叉的俱乐部张鲍鱼200块来，来200块拢有啊哈，鲍鱼来谢谢。来还要吃蛤蟆，起床都好啊，好谢谢你啊。鲑鱼哈，来要吃那个鸡腿排200块来，200块来，因为大家等很久了，最后一面来新机，来六机，来八机哦你，来十机哦你来200。这两斤搁请你啊，12斤啊，真欢喜啦哈！来，鸡腿排200，原味喏，来6斤，来10斤，来12斤，来200，应该找500了啊！等我们落最后呢，来6斤。但是如果是高级不好亲戚的话，来12斤，来最后一个200，原味鸡腿排来三百块了，200块，囡仔都大汉了哈，来，一人来200块，鸡腿排200。来飞机来10斤，来12斤，来最后一个人给你买200。谁没有买到鸡腿买到最后一个客人来200块，做好家用谁能得，用他们得。来200拢好，给你买，来大个买买要。可能够有生过来，我那接下单无发着啊。哪有什么没有脸？里面两分啊，还有一位老大哥没发现。如果真的不想回去，就不要回去。后边大哥没两分啊。哎，伊是，刚我存几分，底下还能还几分？自己决定做。大片的漂亮哈、哦，来，每一千八百，来500块来鲑鱼，500块来，两条来，三条你来500块都，刚才4条你好啊，来500，都拍天拍天，来5条你来，要成只大只，来鲑鱼500块来，500块来，加料你来鲑鱼，来500都，大片的不是小片的啊，来3条4条来5条来，来500块来，500块。魏小姐是啊，魏小姐，我一定要找账户一样，我给你们带过来。来，我包成鲑鱼，500块，这个大肉排吃完了没啊？所以你们谁是大肉排讲完了哈？合起来没有？来，我包来鲑鱼500块，是不是应该一片卖500对不对？一片卖200我看没？要一片卖500才划算。来，进来，我包过来。来5片，一个人5片，看到吗？跟钱一样。这个叫我跨盘了，鲑鱼500不能讲吗？听到吗？还行，村两个人给你啊。除了要买鲑鱼大片的，快点，后面没有了。来鲑鱼跨年那一天晚上，我靠泡啊冰冰凉凉的。来5、3万，昨天没听到什么东西啊？1000块给我下了，5、3万没几千块钱。来，给你5、3万几千块来。来，谁要吃5、3万的？3只就自然值超过1000块了，这一只再给你拿1000块。
真的啦，不要秀的釜山鳗啦，这特 A 级的，来我挑你来，我能来最后一个釜山鳗，你要代班，别讲完，今年三千，现在快三千了，要不然下礼拜公园给你代班，一千块，我可能我要秀的盘，你赶紧的啊，一千块我好，来谢谢，来还要吃鱼翅火跳墙，一个要四啊五。我讲卖螺丝啊，直接上火恁，要吃免死啊！我免死讲，来三百块的鱼翅，谁要吃鱼翅的丢钱，大哥来丢钱。蔡登行也是有一间工厂，三百拢话哦，一个买了。桂登岗，哎，这一间，一间走的。今面这包是上卡，东面几啊？三百块，两包一间走卡烧起，安尼啊？那个叫不安不安宁吗？还好。几百啦。我几百来，喝啦！喝几百啦，不是几块啦，你那我袂到。来回几百来，兄弟。好，反手收。来一起三八，一卡三八你买无呢？两票你呢？不是五八，来三百块来，一次三百块。谢谢，哇啊，感谢你。你起不过来吧？哇，这是能量了。来，我这抢五百，一卡四啊五，网路作电那边，来四啊五卖四百，一人一卡三百，你啊五万斤嘞，两百五来，我这抢五万来，你啊五等，你啊五等，不来啊，来分两卡了。不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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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小波小波小波。你要找我两百五下。哦，啊，东西有拿到了吗？哦有，他一定会找，他在找，他在找。柜台底下，你来，我们讲 B 哥。来两张五百。樱花虾米糕只有两盒，只有两盒，谁要？举手，来二盒啊。啊，你也要？我。五百的谁？五百没有少。我买有鸡米糕。两百二。我袂想笑，煞大哥煞惊着。来这里找三百哦。你要买到哦。买到。我给你拜三来，我好客气。来大哥来看谁啊？谢谢。大哥有人点？大哥你搁唔知我卖两百块哦？你搁家己？找我遐济钱的？一公斤的哦，还不是生起来哦？来葱抓饼来，都吃无几条火跳墙的啊？叫我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火跳墙我花啦。好啦，火跳墙我啦。我叫阿爸去火跳墙我啦。来啦，我要吃葱抓饼的来。一人一包，十片。没沙发啊？这样一包，你要我两包。阿不是阿哥当侧面模，这样一包来一百块呢。大哥你要五包。要五包哦，确定？一包还是五包？一包呀，一包呀，五包好，好安尼冲抓皮薄啊。好啊，哎。帮我拿两包就好了。昨天没有叫支援啊。你别五包啦。搅一搅。好，这个啦。昨天没有叫支援，所以不知道。你要赚钱一配啊。来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可以来。大包存两包，葱抓饼最后两包了，没有了，一包一百块而已，都买到了吗？买过来了，啊，不要打车费了。好，09601201。后面的大哥，你想要什么东西啊？你传讯息过来，这支电话就好了。来，小伙弄完了，这板子小伙收了的。大家稍安勿躁啊！因为你们自己跟他，包括先进兵大扫除啊，哎，我家里不错，两箱有两箱的运费哈，不要这么暴躁，好不好？我的也加价了。来，我掉奖来，刚才没有买到大盒的客人，你不是可惜，你是福气。来，这是一斤半的。哦，这金半当的我掉奖，金单是了，看有啦哈。昨晚有，别输黑啦，昨晚没有叫支援包装啦。这一条金盘，这一包金盘啦，我甲包装纸掀起来啦，叫厂商甲我担，把我卖甲我用包装，来，一条一包金盘，买袂起啊，我买袂你两包就收收，一人一包就好，我大家试吃，真的好吃，真材实料，我们都吃过了，一人一包，买两包百块的，来一百块的，一百块来，经典不要抢，一百块来。你买一包，互你试食。你若要食好食，你来买两包、三包来食。来，经典佛跳墙来，一百块，一人一包、两包都没关系啊。
苗栗张先生来了，对，张长麦，彰化张先生，一百块呢，阿哥你可如何？来一来，阿姐家拢买一包的，我是无够我。这张的啊，这我换两百，我这换一百。快两百啊，谁能办？你也全然的和平友哎，和平友呢？和平友，我掉奖，一百块，我掉奖，让我去掉哈，真正好吃，你没做好煮。你只要加热就好了，来一百块拢啦吼，过来吃，来谢谢，感谢你，热烂闹鬼啊！来啦，啊要吃虾啊，来啦，虾啊，干作久啊！你月亮相比是无提来啦？不，秋香无啊！屁啊，伊袂记住啊！啊，要吃白虾来开300块，200块，白虾要200。哦。来，进来，进来，200。来，我谢，来三杯都，来虾要200，过来来，大哥谢谢。来，这样解决，来，谢谢，来，三个客人，这边都没有要吃虾子了，大排大位，来三个客人，对面边上，来了，给来，好，阿哥要吃半碗200块，半个人点半个虾，我到半碗椒好吃，看这样不要吧，100块碗，100块来半碗，要100碗，加油，猪汤会捞吧，今天要吃半碗再包给我，来，阿姨来，谢谢。来100块，阿姨你肯吃不啦？不啦嘞，你搞到不吃朋友啊？来100块来讲啊，100块有啦有啦，叫你买啦，我不往做白的啦。两包爱被清洗啦，怎么样？最后三个来讲啊，100块来。那个是平。最后两个人给100块。三合院啊，昨天是烧三合院。别讲紧的啊，什么啦？大哥呀，这样就对了啊，这可以吃呢。哟，后边这块不亏彩券啊？亏彩券都没价钱。来四个客人了，三合院呐，迄间我熟悉啦。一包五的对啊，来，阿个蒲烧饭，我卖几元嘞？来1000盒，1000块来，三只1000，我无做内压啦，所以我给交你啦，来一个人给只1000块来，上面吃蒲烧饭，来几只要送你，来一个要多，来1000块中包，蒲烧饭都有啊，这大只的呢，来黄金鲽鱼300块嘞，300块黄金鲽鱼来。剃头剃尾拢真好啊！哦，两个在整，哦在吹，在吹呢。我带风真好啊，人袂使，人咧就我提起来提袂。嗯。风钱钓鱼来，买300，黄金钓鱼来200块给我。黄金钓鱼买200块，来几尾给我哩。无啊无啊，剩一半尔，来200块都。干咩叫？用吹用真咧，不用钱不要钱，来来来。你抓好呢，来拢我哩来。四个客人吃，500不用了，400也不用了，来200块来。黄金钓鱼。用吹红烧猪排，切菜啦，安怎做好食？用煎的得，来200块了。阿伟，我听不。咸鸡排啊，有啊，来，今日200块黄金鲽鱼。只是只嘛，只有一个客人会吃啊，然后我收起来了，吼，来，啊，这里不要了，来，200块了，来，最后一个人给黄金鲽鱼，前面正前方，来200块来，来200块黄金鲽鱼，最后一个人给弄歪啊，然后取完这菜接下来就不用搞。我目前已经有三个人来找我，叫我劝进去选代表。来哈，谢来。来球帽啊，200块来球帽啊。暗时啊，免你排队啊吼，今早嘛吼，暗时啊，食球帽啊，拢无路通坐嘞，拢无得通坐嘞。来，这人一包200，买几包，来一包都，100块来球帽啊。两包吼，来100块球帽啊，好啊，全部几包哦，来一包100块呢。芒果乳，我卖你100块呢。毛喜欢酷，来一包过来，来阿姨买一包来，来过来买一斤肉吧。拿这汤头给你包八块就好，来100块挂包，来100都好吃啦，用我小刀啊，来100块两块蛋糕，两块白菜，来吃啊，100块都爽爽的。他去的哦，搁快些的，你今麦是在厝了，来100块来，叫我来100。一百拢买了未？这下你是要金钱，要加钱，后尾金钱较紧嘞。来，叫我100块来。来那个十一块，最后三包了没有？跟他三台票的，他妈的死也不删的。两单，一进两单后收着，伊拢袂太甜，好不好？来，多你要加开300，你敢留未？大地哈，这人留2包收啦。有啊。1公斤。免300，免你啊，我200，这样100来100块都，100块来多你，免100都，100块多你，无过来咩啊？好笑啊！蛮好白话，今年是老的。来减100，200块都，200块好会使袂咸啊吼？来一条130来，2条3条你来200都，我要减100袂晓笑。来3条200，快回家，有啊吼，阿姨袂紧。
来两包，那两包咸鸡巴，来两包，我来两百块咸鸡巴，够人要吃咸鸡巴吗？够啊！哦，来，阿姨你来啊！以前来咸鸡巴两百块来，我一定要买咸鸡巴，别聊呗，下去选不上，那种破算。那好吃哎！上回有啊，阿妈没两包啊。要吃阿嬷一百块啊，大了袂哦，唔免一百，随其他大家拢买来五十块，50块来，阿嬷买五十的，阿嬷，来五十块来，来五十块阿嬷，大家都可以买哈，来五十块来，谢谢。蛤蟆就是蛤蟆，蛤蟆是什么东西？蛤蟆就是蛤蜊。我操！他一百找了。我头一摆听到人搞懵，我蛤蟆是什么东西？大哥，算你帅。被你帅走了。以前出去拜票的时候啊，会遇到那种长辈啊。是什么物件？明确很明白跟你说。来了，来了，有标识节啊，那种他都登记的了。来，阿妹姐，这是啥？这米给谁呢？来，有八个。你两个是多少分钱的？来，这两块就办的包，无迟啊，无贵啊，规地拢做好啊。但是这一地到尾一面单，我唔知要安怎。那有要吃两块石斑肉的来500块，500块来，500咯，真正做安尼收大地啦，安尼歹话啦，迄两地就400几块，咩拢卖，来500块少一个咩啦，两块石斑肉。然后这时阵，这大只都切了，这大只都切得面细只，面细只两块啊，这大只两块半都切了，来500块来招头一个人给咩啦？哎，没有人会吃哦，哎，这个卖500块算便宜了呢。来，这地块我哩要求啊，这地块土地，我今日变变来500块来，小招姐妹来，中好小斑马来500，哎，500块不是啊，噶无人要入市是安怎？这足贵呢，这不是小米呢，来500。够无？够啊！好，三位啊！哎，这我靠，输了十多，麦克风没有音，不干活。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马来叫你过来找你呢？劝进你，叫你选呢？很简单，因为他们也都要选，所以他们需要调他。好啊，我有修改，谢谢啊，感谢各位帮忙。加我1000，来你800，没800，没1000，来500块，就这人过来。拢50班都来，500咯，啊来，谢谢。我老要吃。我无会贪杯啊，我去卖恁遐少。来，我们下一。来，好，啊，搁要吃啥话？恁去讲。讲，我到，我多卖恁。哎，恁无讲，我唔知恁需要啥话。鳕鱼，你们鳕鱼啊？阳光鳕啊。鳕鱼。鳕鱼蛮好的。点菜鳕鱼。啊，这边我啊蛮好的。还有鱼啊。来，要吃毛肚200，来700块来，毛肚100块，这下毛肚的200块。100块来2包，你2包一公斤，给你1包小啊，来7包都上你来，100块3包你了，双毛冻双毛冻，来100块而已，来3包100块你。哎，白带上课哦。好，来毛冻一包。找钱呢？拢去了哈，毛冻，来谢谢两位，来算你好，按摩椅嘛有嘛哈，啊各种毛病们，来算你了，看你了，高不帅不？来，一人就500块。我说两地来三地，来四地。选举也没什么。你吃蒜鱼，一整个你来。那给你们清蒸红烧多少只蒜鱼？能力范围之内来玩就好了，不要超过你的能力范围。你来500块，鳕鱼500块，来小姐一份哦。来，鳕鱼500块，要买2块哦，5块钱啊。你玩得不啦？这里500给我。我得，你来蒜鱼，来500块弄鳕鱼500块，赶快。3片来，4片来，5片给你啊！真的卖这样太便宜了哈！请秀来七点500的杯杯啊！谢谢你，2500包。也要找500哦。足高呢，不是薄呢。找500。来5片来，来三点杯500，都今年来3点来4点来，来七点多少你来？来500包5片哦，5片哦，不是4片哦。来500块鳕鱼，看到了吗？来500包来，过来3点7点来7点够你来，我卡拉鸡腿堡，那我卡拉鸡腿堡。走啊！没啊？来500块，阿姐啦，算你拢有阿妹，来多谢谢。鸡腿啊，来下酒啊，谢谢。不会啦，这阵子我还是会找人帮我支援的。至于小倩，我不会找你支援。谢谢，感谢。来，公文来，大哥来。毕竟女生来支援比较不方便。公文三百八条，跟春节的人给了。剩两个，我剩一个。来，免200，100块还地公文，100块来边啊，准备来，最后100，来100块呢，公文，我来后边，阿姨未来，还没，小姐姐后面的阿姨，来，
上我们讲麻辣鸡的吧。很喜欢做自己的吃，对不对？那个你就千万不要参与政治，确定都没有了，因为。你一旦参与政治，你就不能像我现在随便乱开车。你就要把你最真实的一面全部带一整面具起来。红咖鸡腿，我已经连刷加了。那如果你要像我这样随便乱开车的话，就不要乱参选。真正好吃，我不可能逐工吃这。很难做得到。今年我逐工吃，我搁袂瘦。一包里啊，我。这薄姜鸡腿很好吃哦，薯薯下下有啊，免五百，一包多呗，来三百块的，三百块来。气吧，有点辣，不会太辣，我很辣，不会辣。快吃呀。两包是五百啊，来三百块来，三百块。来一桶来。三包，两包哦，两包三百，不是一包三百，两包三百，真的好吃，我没有骗你。一个找四百，一个。找七百。找四百，一千的找四百。来三百块，阿姨来给，我领两个给你拿哦。来大哥阿妹哈。找五百的找两百，对不对？对，五百找两百，我知道。找两百，找两百。这个我们要找一千。刚好你也可以。来阿明家没有啦。做自己的方式下去选。来三百。这些分票。我讲阿姐过奖了。左边大哥也要。恭喜。今天还有吗？请问。进来的话呢？他们家做东西都好吃的，都难听。来这两份哦。看到我等我，等我另外人家在催。来，走啊，去位啦。来三百。退休的你是？好啊。好啊，未退休啊。谢谢家里老师。我开条。我啊。来陈真武找。还有一个谁没拿到？啊，你个休息来哟。啊，你等我一下啊，拜三条哩。他救我啦！他救我啦！等到五年。没啊，你记得。阿姨，暂且我存款买，我随起起来卖你，好不好？好，我钱先买你，阿恁等下卡袂贵。来，金龙山喜欢吃背包两。早安。爆汁馅饼，真正好，这样一包，内底有三十粒无？内底有三十粒，不是二十粒无？三十粒无？一包卖两百，一百块了。最后一包内脆内煎，还一百块，一百块，真的好吃。爆汁馅饼加两包。要喜欢一包卖一百块，吃了无？三十粒馅饼。真的很好吃，猪肉的不是牛肉的。当初我在选的时候，猪肉馅饼几百块，不然没叫来谢谢。肉啊，那唔乜破鬼啊！这个都，我这边要打工。结果去查了地址资料，我这搞边的，苏宁坡的，搞旁边，私人道路。来坡的，不过客人呢，不好意思啊，现在缺货缺得要命啊，来我你来了，你来七条，来八条，来个来十条，你来三百了。弄我哩呢，弄我哩呢，来北部买三百块嘞。而且你还真的叫民意代表帮他服务的话，哎，我来没讲别的，来中考来，给你三百块，十片，人家高的啊，高地来十条，你来三百，个人都关了嘛，别耍中考，三百块，到我这边啊。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把自己不合理化的要求，通通说成合理化。我上面讲我，两个人给你五百块，我的500块来，我可以五百的。有大尾无？比较大尾，来500块，卖两个而已哦，来500块来，我可以500的，平我可以500，上面讲我可以500，来这边给我你来。